道路，好吗？我们需要一条救命的道路。我们需要一条救命的道路。淡北道路没有入侵红树林。淡北道路没有入侵红树林。好，谢谢大家哈。那我想今天与会的贵宾非常的多，我们就一一来啊，请他们来为我们这个一直以来在争取这条道路，我们的各级民意代表来为我们发声。我们首先是先请这个代言市长，好，抱歉，好，那我们还是先喊哈，给我淡北道路好吗？来，给我淡北道路，齐云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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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需要一条救命的道路，我们需要一条救命的道路。好，谢谢哈。那我们现在是先，我们请我们在场的啊民意代表一一来为我们来发声哈。我们是先请我们啊这个蔡启贤蔡议员哦来为我们讲几句话。